保皇不懒波，全城打茂波。梁国雄议员，请你翻回位。梁国雄议员，我你系咪？哇，冇过，前日追击完茂波，未够后又再嚟啊！鬼咩？大舊提出冇約束力動議，促請茂波下台，建制派唔夠票打拉布，長毛咪出手啦。佢拉布係為咗保個貪官，我可以仲喺度留喺度同我哋玩咩？繼續話拒絕辭職嘅話咧，你九月立法會十翻嚟，跟住發展局嘅要執行嘅政策，我話俾你知咧，你唔使旨意喺呢個立法會有機會過啊！人民力量會同你全面開戰，即係與其不断挤牙膏，不如早啲了断。唔知佢系咪有波三分亲，寻日竟然波波相位。而家咧系冇证据证明阿陈局长咧系会不公正咁去处理东北嘅发展计划同埋赔偿嘅规划，只系议员咧就怀疑佢会不公正就叫人辞职。如果咁嘅逻辑系正确咧，我相信好多议员都先要辞职。一众建制派都有护航嘅，可惜最后都系就赞成嘅有10位。委员反对嘅有7位委员，就宣布议案获得通过。唔够人咯？点解？因为保皇师奉工联会冇人到，民建联都唔系到齐，建制派唔敢跟波带贴，无他嘅，唔知茂波仲有冇其他隐瞒啊嘛？不过佢仲自我感觉良好噃。喺呢几日咧，我亦都得到我发展局里面嘅同事，有唔少同事咧。表示支持，好乐意同我一齐咧去推动发展局嘅工作，咁所以我觉得我仍然系全心全意系服务香港嘅。死都唔肯落台咁厚面皮，同系基督徒嘅欧锦棠叫你向上帝认罪悔改，连啱啱完成亡夫刘家良身后事嘅翁静晶都忍唔住喺 Facebook 话：呢个人唔落台，对香港只有坏处，冇好处啊！而是新亚校友的他就批评茂波曲解新亚精神，都是一样叫你落台不啦。好开心啊，好开心啊，预约堂解变通畅快便便，梗是开心晒啦，万灵读埋。